我戴安澜自从清华大学毕业，弃笔从戎，大小几十丈，每一次都抱定必死之心。这一次，你毫不例外。这是我的遗嘱，将来哪位能够生还，请把它交给我的妻儿。今天我召集大家来，就一件事。 资本是张以下，人人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这是远征军入缅后第一场大战，在数倍日寇的围困下，戴安澜将军亲率200师官兵留下遗书，决心以死报国。战士们也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。铜鼓保卫战是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规模最大、坚守时间最长、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。这一。